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这么游戏是神魔之塔，那么现在挑战关卡是一万三户会萧雅普夫。然后我们打初级啊，初级的话是要按属性成员，然后不使用主动技，然后六回合内完成关卡。那么用个希腊队吧。OK， 多神主按属性。好，这礼拜终于要出蚁王了，大家有期待蚁王吗？不知道蚁王的关卡会不会跟七天地一样难？感觉就是会啊。这边应该都会很轻松带走，毕竟才初级嘛。然后这几个礼拜我出双周副本是，人类属性的追打15次还20次那个一定要刷啊，各位，那个非常好用啊。好，蹦蹦蹦蹦蹦，这才是思考甜蜜陷阱，如此而已。哇，逍遥普夫是妖星类，妖精属性的。就我觉得那个比菲尼多吗？他应该要属于兽类会比较好，我觉得。答案非常简单，我们的使命就是护卫王。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先帮我玩就一次神魔之塔，开个音乐。好，流于表面的冷静终极。好，那这一关我们一样用暗器大来通关哈。这个队伍是为了解成就用的啊。三个成员以上或以下，然后暗属性成员这样。然后七回合，没有啦，没有暗属性成员，七回合内要结束。好，还有，
好，带走。是我太高估了你的本事。想当初以王篇实在是有点太让我觉得，就是突然把敌人的强度变太多了，变强太多了。没有像贪婪之岛那样，就是还有一些靠计谋打赢的。虽然说贪婪千和一篇也是有靠计谋啊，可是靠计谋的结果还是很困难，很难才能打赢。哈哈哈！谢啦，拜拜。好。挑战高级诡异的毒星，然后这一队要弄，这次要弄暗属性的兽类，选这个好了，好，就这一队，洗一下技能。好像也不用洗哦。四回合。好像打高级都很轻松哦。四分克是蛮容易掉的，大家如果缺那个升级素材，赶快打这个，蛮好掉的啊。真的够了吧？不够。OK， 好，稍微起拉跳起来了。好，王冠。好，我来对付你。好，直接把他带走吧。一回合移动符石必有暗符石 ，OK。光爪星爪。好像也是两个哦。这个不要好了，这样好。
好，随便转就可以了。OK。接下来要怎么做，就交由你决定。好，那我们挑战超级吧。好，我们来挑战超级。那我们要用希腊队来解这个暗成就。OK。好，身为护卫军，为了继承女王的遗志，我要消灭。这个是不能消除光属性连击。还好我有带大双子跟七天地，先用七天地把它转成暗好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就过了吧。哎呦，没有转到那个火珠。好，哦，得到卡片了，终于。即使如此，就算我的行为罪该万死，也是为了王啊！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，希望频道换频道主要换图片，按下订阅按钮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也记得把它打开，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追踪到第一手的消息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